主耶稣，生命的亮光，黑暗中照亮着前方。让我们在你爱齐心跟随你，同心合意向你对齐。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华文聚会，之前几次都是和英文聚会的青少年一起去，这次我领受到了神的同在，我能够用方言来和他说话。对，同心合意向你对齐。让我memorable 的就是昨天晚上，就是我跟其他人站在台下面，然后有很多人为我祷告。这时代直到万代，那些为我祷告的人大部分都是看到我从小到大长大，然后我母亲也有在我旁边，她为我祷告，然后我哭的时候他也跟我一起哭，所以挺感动。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，然后可以看到老朋友们，然后还有新朋友们，还有年轻的朋友们，然后就感觉到当中充满了神的爱。来到这个营会，能够与弟兄姐妹，还有能够让神一直跟我们度过几天美好的生活。主耶稣，生命的亮光，黑暗中照亮着前方。让我们，是第一次参加了，第一次了，就是兄弟姐妹全部藏在一起，连还有就感觉一个很大很大的家庭还有牧师的讲道，真的牧师的讲道很入我们的心他讲得很好。让我们齐心前行，有耶稣带领我们同行。牧师的讲道有新的看见，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东西，从圣经的角度里面，我们真的是获益很多。我们同心期待领耶稣天国蓝图兴起来。特邀讲员李伟明牧师，他今天分享的神的话语说浸泡在圣灵里头，那个非常奇妙的事。好玩兴奋的啦，那就是刚才那个画图画那个游戏那个很合作，那个有合作的意义。我们同心一起寻求我们的长辈们，他们都很愿意的，很乐意的，一起的来投入一起玩。真的少看到安迪杨哥也可以玩到这样开心，这样快乐，所以我很开心看到还有这么一般健康的又快乐的长辈们、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服侍神，一起的来这里赞美敬拜神。前行，有耶稣带领我们同行。那个早祷会我开始领受到的，就是我们虽然年轻人，但是我们也可以为老年人祷告，老年人也可以为我们祷告，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次的营会。我们同心期待领耶稣天国蓝图兴起来，我们齐心一起前行，世世代代。会友们呢都被神感动，被圣灵充满，然后看到李牧师的分享，哇，一级棒哦！感恩感恩，很大的福气，很大的领受。齐心前行，与神同行，没有不行，有你才行。